原标题，曹操最出名的三句诗，一句成九回口头禅，一句成无数人座右铭。在中国，凡帝王，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字的，不会写字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找到九五之尊的感觉之后，都想在诗词或者在译文上表现一下自己。而帝王好写诗的毛病也由来久矣，可能与封建王朝对帝王的预期有关。凡为天子，欲临天下，立万世基业，必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才能称作明主。中国有将近300个皇帝，成气候的少，不成气候的多。所有昏君、庸君、暴君坐在龙床上的时候，都觉得自己高明的不行，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写诗。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必定得算一个。虽然曹操不是帝王，但胜似帝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如果有帝王文学排行榜的话，曹操名列前茅，隶属三甲，是毫无疑问的，甚至有可能拔得头筹。曹孟德的诗可以用12字来评价：一、有气概；二、有声势；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小编就为大家整理出曹操最出名的三句诗：一句成九回口头禅，一句成无数人座右铭，第三句更是千古传唱，弦颂不绝。汉朝末年，有一个叫做徐子将的人见到曹操后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你这个人如果生在太平的时代，可能成为能干之重臣，但如果你生在乱世，你竟会成为奸诈的英雄。从此以后，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成为了评价曹操最经典的一句话。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我们都能看出曹操是个性格非常复杂的人。曹操也是个有血有肉，有理性也有野性，既会耍诈又会耍狠，同时也诚实厚道。他既能容人，有心胸狭窄，既豪情万丈，又滥杀无度，既挟天子以令诸侯，又终生不肯废汉帝自己取而代之。曹操在军事、政治、文化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文采泱泱，武略滔滔，足智多谋，这使得他在战乱纷飞的三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至少有曹操的这三句忘不了。第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酒鬼的口边。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出自曹操的短歌行，意思是有什么可以解除我心中忧愁啊，也许就只有美酒了吧。短歌行写作时期是赤壁之战之前。三国演义第48回有一段曹操横槊赋诗的描写。曹操平定北方后，率百万雄师迎马长江，与孙权决战。是夜明月皎洁，他在大江之上置酒设了欢宴诸将。酒酣，操取槊长矛立于船头，慷慨而歌。第二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几乎是所有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用以自勉的座右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出自曹操的《龟虽寿》，意思是比喻有志向的人虽然年老，仍有雄心壮志，人老心不老。此时约作于公元208年初，他平定吴桓叛乱，消灭袁绍残余势力之后，南下征讨荆吴之前。曹操想，北方的袁绍、蹋顿虽然已讨平，南方的孙权、刘备却仍然各雄踞一方，祖国的统一大业尚未实现。这时的曹操已是53岁的人了，但历史的重任肩负在身，统一祖国大业的使命仍在召唤着他。第三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更是千古传唱，弦颂不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也是出自短歌行，属于相和歌词平调曲，意思是面对美酒应该高歌，人生短促日月如梭。好比晨露转瞬即逝，失去的时日实在太多。曹操短歌行有二首，这是第一首。本篇通过宴会的歌唱来表达诗人求全如渴的思想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曹操精兵法，善诗歌，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俊整洁，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称建安风骨。鲁迅评价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同时曹操也擅长书法，唐朝张怀瓘在书段将曹操的章草评为妙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